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好的，今天联播头条继续来关注春运。我们知道，从21号开始，为期40天的2019年春运大幕就将正式的开启。那么目前呢，全国的铁路、民航以及公路等等部门都已经严阵以待，备战春运了。是的，其中呢，像铁路部门就表示哈，春运期间安排开行的高铁动车组列车，占到全部开行旅客列车的比例超过了70%。具体我们来看报道。2019年春运，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13亿人次，同比增加3176万人次，增长8.3%，日均1033万人次。为了保证春运安全平稳运行，铁路利用新增线路和动车组资源，最大限度增加运输能力。对客流饱满的广深至成渝武汉、沪宁杭至成渝武汉、福厦至成渝等方向，图定动车组列车全部重联或者大编组运行。与此同时，在京广、沪昆、贵广等高铁继续增开夜间动车组的基础上，今年又在渝贵间增开夜间动车组列车，增加需求最为旺盛的广州至成渝通道的运输能力。而民航方面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将会运送旅客7300万人次，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会增加8.3%。那么，为了应对春运客流高峰，民航部门除了增加航班的班次之外，还将会延长部分大型机场的运行时间，我们去看一下。中国民航局副局长董志毅介绍，今年春运比去年提前了11天，前期可能迎来务工流、学生流、探亲流叠加的旅客出行高峰。为了保障广大旅客的顺利出行，民航局将采取3项有力措施。首先，航空公司将多安排加班，春运期间预计加班班次达到3.5万班以上，国内航线加班2.9万余班，港澳台航线加班1400余班，国际航线加班3000余班。同时，机场多安排航班，临时调整每个机场的时客容量，繁忙机场部分时段可以比平时多安排5%，其他机场可以比去年春运总量增加30%，或者每个小时比平时多增加4个航班。安排部分热点城市呢通宵运行，这也是我们一个今年的一个新的特点。上海浦东、广州、深圳、成都、昆明、杭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三亚等10个大型机场，在整个春运的40天的凌晨1点到凌晨6点，我们准备安排一定数量的航班，以应对旅客可能出现的一些高峰时段，来疏解以往出现的旅客滞留啊以及拥堵啊这些情况。作为春运期间的另一大运输主力，公路出行的客流呢，预计将达到24.6亿人次。那么，2019年春运公路出行的整体呈现出了节前先高后低、节中集中反弹、节后趋于平稳的特征。春节假日期间，从2月7号大年初三开始，出行交通流量开始增多。那么2月10号，也就是大年初六，道路车流量呢，预计将会达到整个春运期间的最高峰。这两天，河南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的客流量已经开始增加，主要是以学生流为主。为了使旅客进站更加快速便捷，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采用了凭身份证直接验票进站，为旅客省去了不少时间。现在直接不用检票，直接就过了，现在更方便一点。进站时不用取纸质车票，直接凭身份证就可以验票进站。旅客乘车更加安全，可以核实旅客本人的这个身份，同时的在客流高峰期减少旅客排队的麻烦。记者从郑州交运集团了解到，目前郑州市的6大汽车站均已实现凭身份证直接进站，无需再取纸质车票。如有报销等特殊需求的旅客，仍可换取纸质车票。旅客在刷取这个身份证进站的时候，在这个识别系统上会显示旅客的姓名、购票的时间、发车时间，包括乘车的车位。旅客可以根据这些相关信息寻找自己的发车位。据了解，为了应对春运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将投入81万余辆营运客车、2100多万个客位。从2月4号0时至2月10号20:40，也就是从除夕至正月初六，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在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那么今年呢，第二届进博会也将会如期而至。昨天相关的推介会已经在上海举办，商务部携手上海市政府向全球各国和海外企业发出了诚挚邀请。那么今年的进博会将会有怎样的亮点呢？一起去了解一下。第二届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的11月5号在中国上海举行，内容包括国家综合展、企业商业展以及虹桥论坛。我所在的国家会展中心依然是其主会场，预计总展览面积将超过首届规模。记者在推介会上获悉，今年国家展面积达3万平方米，将展示各国的特色产品和贸易投资亮点。企业商业展规划面积30万平方米，设置了装备、消费、食品、健康、服务等5个板块、7个展区。为满足展商多样化的展览需求，今年进博会将增设户外展场，大型机械 AR 及 VR 展品、高端消费品、养老康复等也将登上展台。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40多个国家的500多家企业已经报名参展，那么其中呢，500强和龙头企业大概已经有70多家了，面积达到了近10万平方米。目前第二届进博会各项筹办工作正有序推进，企业展已在澳大利亚、印尼、美国、意大利等国举办了海外推介活动，受到当地企业欢迎。Many found value in engaging with a wide range of high-level stakeholders, branding and product and media exposure, exploring potential clients.And many were also able to sign deals here during the CIIE. This year there'll also be a little bit more of a focus on services imports as well.每年年初呢，各地都会进入到地方两会时间。新的一年，各地在民生方面将会有哪些工作重点？将关注哪些重点议题呢？最近，我们的记者就从北京两会了解到，北京将从今年开始推动调整医院上午、下午的出诊号源。目前，北京选择了交通拥堵问题比较典型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北京朝阳医院等8家医院作为试点单位，将上午的一部分号源调到下午，将一些患者分流到下午就诊。我们医院呢，比方说，呼吸、心内、消化、神内等等13个科室，它的这个在我们医院的门诊量的比例占了72%，所以我们就先从这13个科室开始，我们就调了7%的号源，这些科室到下午。那么基本上这样上下午就能达到一个对开，大部分化验是可以吃饭也是可以做的，不是说非得空腹，可以下午来，这个我们会要做一些引导和宣传。同时，北京也在推动其他2、3级医院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调配上下午号源。你要逐步的调整你上午的出诊单元，加到下午去。我们呢也跟交通部门在一起监测，看看这样的举措实施之后啊，能不能对于缓解院内的交通压力有一些这个积极的效果。为了缓解停车难的问题，有不少城市都在酝酿有偿开放住宅小区的停车场，但是这其中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住宅小区停车场的这个议价权应该交给谁？那么正在召开的广州市两会上，这个议价规则就引起了热议，去了解一下。1月8号，广州市发改委发布了关于住宅停车场收费规则的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将住宅停车场议价权交于小区业主委员会。然而，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新的议价规则存在矛盾。如果你觉得限制价格是啱的，做咩你不限制佢售价？你冇道理噶嘛，系嘛？广州市部分政协常委也表示，这样的议价规则有失公平，认为业委会并不能完全代表停车场业权人、有停车需求的车位业主等人的意见，建议政府将新出让的住宅小区停车场作为免地价、免公摊的公建配套设施，整体产权确权给全体业主所有，即可实现车位只租不售。税局应该允许这个停车场作为建设成本，啊，打入到整个项目的成本当中去，它租金的收益做什么用？停车场抵管理费，有剩的做维修基金。不过，对于这一议价规则，法律人士则表示了支持，认为法律上赋予业委会有议价权利，
不应该剥夺。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就是让业主权益进行表达的一个组织，这是法律上赋予他的，所以业主委员会是有权利的，不能把业主委员会的权利也没有了。针对该问题，广州市发改委在市两会上回应称，广州停车难问题突出，停车价格仅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涉及到土地供应、配件面积等多方面因素。目前议价规则仍在征求意见阶段，收集好意见后将进一步处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近日，一则幼童疑因服用无限极产品致心肌损害的报道引发了各方的关注。西安市工商局今天就表示，已经责成工商雁塔分局对无限极陕西分公司是否涉嫌虚假宣传进行立案调查，责成蓝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事件当中的经销商凡乐是否涉嫌虚假宣传进行立案调查。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春节期间，海南是很多国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那么在今天，位于海口和博鳌的两家免税店就开业了。这样呢，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店就已经增加到四家，这也给离岛游客带来更大的便利。19号上午10点，位于海口市区的海口市内免税店刚开门营业，就有不少顾客进入店内选购中意的免税品。当天，位于琼海博鳌的市内免税店也同步开业。两家免税店引进近200个国际知名品牌，涵盖化妆品、箱包、食品等38大类免税商品。很方便啊，不像以前只能在以前不是只能在网上购或者在机场的现场买吗？这里就是你提前买什么都可以计划好了。以前开车不能买，现在能买挺好的，而且提货点很方便，来这里就能提了。此外，去年底海南就已将离岛免税购物限额从每人每年16000元增加到30000元，并且不限制购买次数，同时受惠对象也进一步扩大，覆盖乘飞机、火车、轮船出岛的旅客，海南户籍离岛旅客享受同样的政策。对于游客来讲，购物更加便利了，特别尤其是对乘火车、乘轮船离岛的旅客，他可以在室内免税店有更多的时间来选择。岛内外居民游客购物呢不再有区别，那么政策实施呢更加简化，也更加公平。广州的芳村有着中国第一花乡的美誉，也是我国最早自发形成的一个专业的花卉市场。春节临近，芳村举行的广州花交会也迎来了开市。那么今年的行情如何呢？一起去了解。上午9点，花档的店主们陆陆续续的都把自己的镇店之宝摆了出来。兰花是中国10大名花之一，被誉为花中君子，也是最受市民喜欢的年花之一。兰花靓，兰花靓，买一落盆。据了解，由于今年气候比较适宜，兰花的价格下降不少。例如蝴蝶兰的价格去年是30元左右一支，而今年则下降到25元左右一支。蝴蝶兰就唔使点样保养嘅，放喺屋企咧就冇风吹到就得啦。即系佢系蝴蝶兰怕冻嘅啫，咁啊其实放喺度10多天先淋少少个水就得啦。此外，年桔也是备受消费者青睐的盆花品种，今年年桔的价格和往年持平。好像小的话多少钱啊？220。小的，大的呢？大的这种的话就500。这样500啊？嗯。再大一点的呢？再大一点的有880。好的，视线再转向上海。地处上海南京西路历史风貌保护区的张园地块，拥有上海现存最大的也是中晚期石库门种类最为齐全的建筑资源，因此呢，张园地块的保护与开发也一直备受外界的关注。那么随着近日张园地块旧改征收的预签约率超过90%，也就意味着张园的保护性修缮即将进入实质阶段。这块显示屏显示的是张园预签约数据，只要签约数从1009跳到1010，预签约率就能超过90%，达到生效比例。这一刻，居民们簇拥着高举手机拍照留念。已经盼了老多老多年数了，真的，阿拉屋里向嘛老小的，对吧？现在终于好解放了。各方面政府老啥准备了，侪老充分的，老百姓也蛮满意的。
张园地块正式征收工作从去年十月开始，第一轮征询同意率超过94%，随后经过每家入户评估、补偿方案征询，上周末开始进入第二轮征询，经过短短6天时间，预签约率就超过生效比例。据悉，一月下旬将进入正式签约期，到那时将宣布张园地块征收成功。希望张园呢能够保留一部分的历史的那个旧的那个风貌，让我们呢可以经常回来看看。未来这里的原有建筑会被进行保护性修缮，对其历史风貌与街坊肌理进行恢复并整体规划。原则呢就是90%以上都是保留的。其实不仅仅是在上海哈，随着新的一年到来，杭州的一些市民也迎来了自己居住环境的新的气象。在杭州老城区的城隍牌楼巷呢，老旧的环境就经过改造，也是焕然一新。一起来看报道。周友和师傅今年68岁，在城隍牌楼巷住了65个年头。他告诉我们，过去这个砖木结构的二层旧房子破损不堪，生活条件很差，他和其他7户邻居只能将就住。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特别是下雨天，这个下水道没有，就是要满，里面要满水满起来。还有一个呢，这个房子呢是没有下水道的，我们每个人家不能有厕所，搞个马桶，到外面到公共厕所去倒去。公共厕所离这里有100多米。去年8月，杭州城南房管站联系这里的居民，说要花3个月对这里的旧楼进行改造。他们房管站领导跟我们讲，就是这个房子我们这次我们彻底给你改造一下，你们这个居住条件能够改善。9月份开始，3个月完工，面积呢是350方左右，经费呢58万多，这经费，尽量让老百姓得实惠。解决一些老百姓的实际困难。现在崭新的墙面、规整的院子，经过改造后排水能力大大提升的地井和独立的厨房、卫生间，都让居民们欣喜不已。这里的老居民们表示，原本盼着拆迁，现在更喜欢自己的老居。就是现在你有新房子跟我换，我也不愿意换。现在改造好了以后，看上去很舒服了。2018年，杭州下城区麒麟街、同丰巷、姚平巷、东园街、文昌巷、打铁观巷南段等6条古旧小巷都完成了改造，而这些改造都不是简单翻新，而是呼应了各条路自己的文化底蕴，进行了特色改建。杭州相关部门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2019年杭州还将有更多的古老道路和小区迎来全新整改。好的，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再问共享出行》。昨天我们关注的是共享单车，那么今天要聚焦的是网约车。从硝烟四起的价格大战，到群雄逐鹿的行业并购，再到震惊全国的恶性事件行业集体整改，3年左右的时间，网约车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是我们记得哈，在2018年的9月10号，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2018年年底之前清退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并且基本实现网约车合规化。那么如今大限已经过去了将近20天了，网约车的整改效果怎么样了？街上跑的网约车都是合规的吗？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记者在全国多地进行的调查。那就是交通执法，他们就是专门接这种人员，特别是执法人员，他们穿的制服就是交通执法的制服啊。我要改在这儿落，他就截住我了。每天，网约车司机彭伟都在北京城里躲避交通执法人员。他告诉记者，因为没有网约车驾驶员的驾驶证，一旦开网约车被抓住，他就必须接受重罚。在西站地区就是罚1万2，在南站地区就是罚3万，抓到每天可不少车呢。最严重的时候是大检查的时候吧，所以据说一天抓了400-500辆。彭伟说，罚款可以拿回公司报销，但对他来说，他更需要一个合法合规的运营身份。按照彭伟的说法，目前北京很多正在运营的网约车司机都没有北京户籍，而根据要求，拥有户籍是在北京参加网约车驾驶员考试的必要条件。不多，我身边的这帮人没有合规的，外地人不允许考这个网约车的。如果放开了呢？放开了，那肯定是得爆棚啊！那好多现在好多外地人都盼着放开这个政策呢。
在杭州，超过200名驾驶员正在参加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考试，在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考试了。现在都是出租车资格证。啊，现在就是考出来直接就是说，都是出租车都可以开，不开出租车就是开网约车，就这两样，别的没有。啊，对对对。你今天考过了第几次考过的呀？3次，三次。按照杭州市的规定，每一位来参加考试的驾驶员都需要在线上报名，并通过公安部门的资格审查。2018年，杭州出台新政，取消了此前网约车驾驶员的多项要求，同时采取一考两证的政策。驾驶员一旦通过考试，不但获得了驾驶网约车的资格，还可以开出租车。这也让合规的驾驶员人数在2018年一年之内增长了3倍以上。目前，杭州市取得从业资格证的网约车驾驶员已经达到5.5万人。虽然全国各地对网约车的监管细则不同，但是人合规、车合规，这是最基本的两个要求。也就是说，驾驶员要考取资格证书，车辆要符合营运的要求。可是呢，就是这样看似简单的两点要求，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是困难重重。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继续来看调查。李成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网约车司机，4年多来一直在兼职跑滴滴。最近看着对于网约车车辆合规的监管越来越严格，李成打算把自己的这台私家车转为合规的网约车。可是打听了政策之后，李成决定缓一缓。8年他要求8年报废嘛，那如果说8年我开不出那么多公里来，作为我们私家车的一个去跑滴滴的车主，是心里是有一些心结的。然后呢，基本上是不愿意这么去跑。面对这种顾虑，业内人士表示，很多驾驶员对网约车车辆8年或60万公里强制报废理解上存在误区。8年退出，60万公里报废，实际上就是你这辆车如果从事网约车，8年到期了以后不能继续从事网约车，但你还可以做私家车，而达到60万公里的时候才是车辆报废的这个期限。除此以外，由于目前没有专门针对网约车的保险，网约车的保费和出租车一样远高于私家车，每年的保险费用将增加7000到10000元左右。这样，如果想以此为全职，每天的工作时间必须在10小时以上，兼职则完全划不来。一定要10个小时，不低于10个小时。假如改成网约车的话，我们这个保险不就要提升了嘛，对吧？保险提升的话，我们能不能钱能不能赚回来？对此，一些地方交管部门也在呼吁全国政策上的创新。网约车的这个保费跟巡游出租车的保费是一样的，但是网约车可能它每天的接单的量可能只是巡游车的一半啊，那么它这个成本的话跟私家车相比，那个增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相关部门啊，能不能够在这个保险上也进行一下政策的创新。记者在采访当中就发现，实际出行当中啊，老百姓对于网约车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并且呢，呈现出了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点。那么，对于网约车这样一种共享出行的新业态，合规的进程还需要加快。根据杭州市最新的调查，随着网约出租车的合规，城市的交通效率正在改善。目前，杭州市合规的网约车车辆已经达到了4.2万辆，这个数量是传统巡游出租车总量的4倍。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交通效率提高30%，道路上的平均时速原来是16、17公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常态，早晚高峰期我们都可以已经可以达到这个25公里。可在全国的层面上，网约车的合规化进展并不快，部分城市基于自身的考虑，提高准入标准，对网约车的数量进行严格管控。同时，由于监管方式的滞后，导致大量不合规的网约车在实际暗中运营。比如说，它过高的对这个技术要求，甚至车长、车价提出过度的这个要求，有些甚至还是要求必须要本地的户籍的人自己的这个车是吧，甚至现在还有要求这个生产厂家也是这个本地的。我们看在国外的话，他对于这种网约车的这种平台的这种处罚力度，他不是按照单次的处罚，而是按照
这个可能是按照营业收入的百分之多少来去处罚，那相应的处罚的这种罚金的单位可能就是以亿为单位来处罚，这样的话对于网测平台企业来讲可能就有很强的这种约束性。截至目前，全国合法网约车平台公司有110多家，合法驾驶员超过55万人，网约车运输证发放40多万本。总体看，这个数字跟整个网约车现在活跃的这个车辆和人数来看，我觉得比重还是比较小的啊。甚至有些平台公司还消极对待这个合规化的啊这样一个进程。合规化的也会无形中会增加啊他们的这个运营成本，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网约车的平台公司如果要可持续发展的话，合规化是它的一个前提条件。我们注意到，在1月15号，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关于2019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那么在这其中呢，是两次是再次提到了要加快网约车合规化的进程。当然，网约车的合规化需要平台公司更加积极的对待，也需要政府部门创新监管方式，因地制宜，适时调整合规细则，不搞一刀切。墨西哥最近正在全国范围之内打击燃油偷盗犯罪。当地时间的18号，位于中部伊达尔戈州的一家炼油厂附近的输油设施发生了爆炸，导致至少21人死亡，还有超过71人受伤。当地媒体引述伊达尔戈州州长奥马尔·梅内塞斯的话报道说，该州特拉维利尔潘市的一炼油厂的输油设施18号遭遇不法分子偷油，随后发生爆炸。另有媒体报道称，这个炼油厂的管道当天早些时候发生泄漏，有石油涌出，之后一些人拿着容器来到了炼油厂附近。Como siempre, la rapiña, desgraciadamente así es, y pues...由于事发时现场聚集了不少人，爆炸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炼油厂隶属于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已在一份声明中称，非法偷油是造成爆炸事故的原因。当地时间19号，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表示，打击燃油偷盗的行动不会停止。洛佩斯去年12月上任后就开始出动军队打击燃油偷盗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关闭输油管道，改用油罐车运油，造成全国多个城市燃油短缺。墨西哥政府曾经表示，去年该国因燃油盗窃损失30多亿美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政府停摆。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关门已经进入到第28天，持续刷新了历史最长纪录。那么在当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他将于当地时间的19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的凌晨，就边境问题和政府停摆事宜在白宫发表重要讲话。对于外界关注的特朗普是否会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他不能提前透露。而根据《纽约时报》估算，按照每关门一天拖欠雇员工资是2亿美元来粗略计算，那么目前的关门的直接成本已经是超过了特朗普坚持索要的57亿美元的边境墙费用。政府停摆呢，已经是将近一个月了，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行业和群体受到了影响。在华盛顿经营快餐车的穆罕默德·伯德赫，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生意大幅下滑。即使他把车开到市中心的繁华地区，每天的订单也是屈指可数。他手下原本有4名员工，现在只剩一个人了。Yesterday I was very close to the federal location. It was really bad. I tried to get here more to the northwest. At least I think here more private sector.But even though the private sector here, there's nothing make different. 穆罕默德·伯德赫说，如果销售不能很快好转，他下周可能就会换一份工作。在纽约，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17号发表讲话，就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所带来的后果敲响了警钟。他说，如果停摆持续到3月1号，纽约政府将无法为160万纽约低收入市民发放食品券等福利。This is 1.6 million humans.Who right now, literally today and this week and next week, are going to receive a check, and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if it's a bigger than usual check, do not spend it all immediately. They have to stretch it out.
对一些在郁闷中赋闲在家的政府雇员来说，比起食物，他们或许更需要一杯酒。华盛顿的一些酒吧专门为无心工作或赋闲在家的公务员提供免费啤酒，政府雇员只要出示工作证件就可以领取。过去的几天，这些酒吧已经提供了近2000杯免费啤酒。随着脱欧协议草案被否决，英国脱欧也是再现僵局。欧盟一些国家现在已经在为可能出现的无协议脱欧提前谋划了。那么在18号这一天呢，法国总理菲利普来到了法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加莱，那么这里是法国与英国隔海相望，距离英国最近，也可能是受冲击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当天，菲利普来到了位于加莱的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法国终点站，随后菲利普还会见了加莱当地的商界人士。当地商界人士普遍担忧，一旦出现无协议脱欧，将影响英法之间的商品贸易和货物流通的便利度，从而让一些法国企业，比如红酒企业，痛失英国客户。据悉，加莱市长已向法国政府发出请求，在加莱港和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之间建立免税区，以减少无协议脱欧对法国商业带来的不利影响。C'est surtout par rapport à la grande distribution, par rapport aux magasins. Je pense que du coup, il y aura beaucoup moins d'anglais qui seraient susceptibles de faire fonctionner, nous ici, tout ce qui est les grandes surfaces, etc. 17号，法国政府已经宣布启动应对英国无协议脱欧的预案，政府将寻求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授权，在接下来3周发布若干行政命令，从立法层面做好准备，以维护法国利益。此外，法国政府还决定动用约5000万欧元，约合3.9亿元人民币，用于受英国无协议脱欧影响明显的港口和机场设立边境检查站等。此外，海关、边境检疫等部门将增聘600人，以处理英国无协议脱欧后新增的业务需求。好，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在过去一年里，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79.3%，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 PM2.5 浓度同比分别有所下降，其中北京市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2.1%。针对春节期间快递停运的传言，目前邮政、顺丰、三通一达、百世等主要快递企业均表示不会停运。明天起，北京轨道交通试行推出电子定期票，包括一日票、两日票、三日票、五日票及七日票5种，适用于除机场线外轨道交通全路网所有线路，乘客可通过易通行 APP 进行购买。日前，上海首批个人网店营业执照正式颁布，电商个体户自此被纳入市场监管范围。根据相关政策，办理个人网店营业执照只需30分钟即可完成。美国微软公司日前在官网宣布，将于今年12月10号停止发布视窗10移动操作系统安全及软件更新，并同时停止对相关设备的技术支持。业界认为，微软移动操作系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没有得到其他厂商的足够支持。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有393.9万人次游客访问了该国，比2017年上涨约7.8%，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最大客源国英国的游客数同比增加6%。连日来，阿根廷北部多个省市遭遇洪水肆虐，在圣菲省，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猛涨，洪水淹没街道，3500户居民撤离，多地经济损失严重，共有近30万公顷农田被淹。近日，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卡塔尔进行冬训期间，参加了一场有趣的骆驼大赛。主教练图赫尔和包括内马尔在内的12名球员，每人选一只骆驼，用对讲机为其助威呐喊，全程长4公里，用时最短者获胜。最终，图赫尔和内马尔成为赢家，每人获得25000欧元奖金。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八集电视纪录片《深圳故事》，1月21号起将会在我们央视财经频道播出，每天播出一集，播出时间为每晚的7:50。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先睹为快。今天的深圳已经从40年前落后的边陲小镇跻身全球城市30强之列，聚集近2000万人口，经济总量达到2.4万亿。深圳的改革发展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奋斗史。纪录片在40年改革的亲历者中，在改革的具体案例中，挖掘改革的时代精神和改革者筚路蓝缕的气魄，从一座城的改革历史对国家改革40年的成果进行了浓缩和展示。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是，就在近日，位于宁夏的靖原县呢，出现了雾凇奇观，将城市和乡村装扮成了一个冰雪的世界。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再见。